9999，要的人今天下单，只有今天，好吧？过了今天，没有下一天，没有下一天。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终于搞定了，你终于搞定了，是要怎样？我看我真的搞定了，不等一下，那把口罩戴紧一点，等一下怕你会传染你的蜘蛛病给我。最好是啦。现在是防疫期间哈。没错，我跟你讲，你尽量哈要保护自己一点点。当然，但是到时候要是要宣布三级的话，我会哭哎。而且现在很恐怖，你走到哪里，万一那里有那个，你就被框裂了，框裂你就住防疫旅馆了。好漂亮哦。什么东西很漂亮？从上面看啊。Of course， 在黑木耳吗？黑木耳啊。可以现在可以喝吗？可以。我只是问问，他老兄直接拿起来，现在准备还可以啊？可以。黑糖。可以。其实我们这里应该准备一两个杯杯，有没有？是。然后开一罐，你跟我还有小编，我们不用了，嘴巴那么大，你再喝一罐呢、啊？付钱100块，我帮你收了，青山一罐100。屁。来你啦，24罐999，现在是特惠价999，一罐多少钱啊？24罐999。对，你算一下，快点，老师，数学老师，反正差不多40左右了，我用我的心算一算就知道了，你有没有事啦？哦，连算数都会算错。哎、欸，嘉豪，嘉豪你好啊。哎、欸，对，我还没有开，不好意思，你去讲你的话。嘉豪你好。好。哎、欸，嘉豪你最近好吗？要过年了，最近有没有在看他们那些演员啊？他们在做节目。你不是说过年要去什么？我们高雄很可怜呢、欸，高雄都没有晚会可以做。真的吗？只有台南有。哦，对，因为高雄现在台南很多庙会，没什么。台南有疫情，可是台南他们很坚强。台南有疫情了吗？不是说他们比较有、啊、他们来台南有了，他们也有了。恭喜，没有，不行，不行，这样乱讲话，对不起，对不起，我是说。大家注意有啊，恭喜发财！对啊，嘉宏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年轻人。是。之前呢，我常常在台南啊，在主持晚会的时候，没有嘉宏呢，他都会有时候歌手来不及赶场，真的很赶，嘉宏就摩托车骑了，就载他赶场。真的、哦。真的。哇。他真的是好人一个。嘉宏。对啊，嘿，真的是好人。嘉宏没有跟我们去玩，对不对？没有，因为他住在那个啦。他住在台南呐、啊。台南可以啊。我知道，但是问题是我跟嘉宏没有赖啊，然后也没想到。是哈、哦，可能人家不想要给你加。对啊，不想跟我加，他只喜欢去看节目啊。啊、哦，我懂了，我懂了。对啊，原来如此。对，然后呢，我们台北的小凤，小凤你好啊，他在看重播。然后还有呢，我们的秀慧，秀慧老师。啊、我们的肖海老师你也好，他也都是看重播。其实我们很多好朋友都在看重播。OK， no problem。所以呢，我跟你讲哈，这个呢，虽然说今天嘛哈，今天呢、啊，我说过一箱24罐，对不对？对。然后呢，它原价1200，但是今天我们刚推出，我们的送爱价呢，一箱24罐是999，是等于打了83折左右。然后你只要看的是今天的重播，也都有算。对，而且这个是我们台湾的，不是大陆的。350墨，这个没有大陆的吧？哎，很难讲。哎，这350墨不是250墨？对啊，350，我没有说350墨。350墨，350墨。对啊，对啊，对啊。黑木耳、黑糖。对啊，黑糖。蔗糖素 ，OK。好棒棒哦！我们的黑糖黑木耳露黑木耳，不错啊，这很有质感啊，这很棒。好了，先给我一箱嘛。真的吗？真的、啊。OK， 我们一起去嘛。现在买一箱就直接给运费了。好啊，买一箱我们三个 share 好了。好，没问题，我帮你打印了。不是，小编也要喝喝看啊。对。那怎么可以说出效果？像我们的小编不要再喝外面的手摇杯了，改喝这个多天然多健康，对不对？对，唱歌。啊，哦，对哦。哎，今天朋友忘记要唱歌，你现在真是人生做对了第一件事情。啊，我的歌词不见了，好吧？哎，大家记得帮忙按赞、分享、追踪哦。然后呢，设成你的最爱，tag你的3位好朋友。活动关键字啊，说真爱幸福100%。今天只要有帮我们 tag 3位好朋友的，就送护手霜。真的吗？好，真的啊，马油妹。没问题，我们要十个人就送一条，20就送2条。我们还有800元的在马桶那边，我们可以随时回去做，马上再送。OK， 来，我们要唱我们的台歌，来，起。哇，你前面怎么唱的？他被我镇住了。真爱幸福，对不对？前面啊是就直接真爱幸福发呀发的啊，对，太久没有做了，大概2个礼拜没有做，开始啦，是这样
好，一杯，拜拜，一杯，拜拜，拜拜。阿姨，你只记得前后面有没有记得？不知道，不知道。好，唱到哪里算到哪里，一杯，拜拜，去。爱幸福繁华的城，说学都唱，欢笑满楼房，散播欢乐，到处散播爱，眉开眼笑，哎呦开怀。咚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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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真爱幸福百分百》。耶，我们好棒哦！真的，我没有得到的人是呆。这个歌吼是真的啦哈，因为唱那么久了，嗯，再唱第一句，几乎后面就会记得，除非真的是有时候有一些词稍微调位一下这样子。不过，哎，这我金编的词呢，都我自选自我自己作词啊，没有作曲，曲是抄人家。不是，我说对作词。所以，我跟你讲，你那时候你记不记得我们在做这个《真爱幸福百分百》的时候，我就说。你做得好，因为你那首歌我们可以从年头唱到年尾，对，从今年唱到过年 N 年后年都可以，从过年前唱到过年后、啊、再从过年后唱到明年过年前，再从明年过年前唱到花年，卖东西耶、yeah, 不要说卖东西，说分享好不好？好，分享好。好，来黑糖黑木耳刚刚好听到了，那唱好了啦，不要那么欺负小编啦、啊、对，虽然他很有钱，对不 对不行，我为了他的健康着想，不要那么就是这样是说定了，吵死了，一个人三三二四三八二四一个人八块，你说九九九嘛，对，九九九除以三很好算，三三三 OK、哎、然后三三三还有一个寓意，上上上，你如果如果上，你请问上吗？哎、两岸上你就要拉、哎、他也更需要上我被瞪了，对不起。然后呢，我也想要散散几类哈。我的台语不太好，可是你知道散散就是瘦，瘦就是散，散就是瘦的台语话。不要再说，了。我觉得我今天崩溃了。你知道吗？我今天想说，我今天还在想说唱嘛，我今天怎样唱嘛？我怎么会胖成这样子啊？太胖了。我你今天才知道吗？哎，可是你那天穿黑色的过来，我觉得你有瘦，你只是黑色。你那天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婚庆的那个。对对对对对对。哦，好，没事。你多穿黑色的就很瘦，穿红色穿红色显胖，穿黑色。我跟你讲，以杨磊老师有说，今年要尽量少穿黑色的。哎，而且你是属虎吗？不是吧？我不是啊。哦，幸好哎，今天属虎的犯这个事，不过也还好了，大家都我们都是都是好朋友。明年就是我犯太岁了。OK。我们是高贵好不好？是吗？我们在天上飞的。是吗？嗯。天哪，天上猪也会在天上飞吗？最好是天上飞啊！天小飞侠。OK。哎，赶快不要扯多远，赶快进入主题。来，眼睛要不要搞？我已经。A 零，那你要讲说吃了会怎么样嘛？吃了会怎样？会漂亮？会怎样？会漂亮。好，你说会漂亮，还会变瘦？没有，最重要的哈，应该会变瘦。没有，最重要就是哈，它里面哈有那个纤维，有没有？是啊，清肠减肥，防血管硬化。哦，它里面的纤维有没有？它可以帮助我们的哈，就是说肠胃道的吸收啊，然后。让它好排便，便比较好。对对对，这个可以促进肠，而且很多说乌金乌金也是种的。乌金乌金乌金嘛，乌木耳就黑色的嘛，黑金。你乌金绑起来变乌金。那我跟你拼了，使用前摇一摇，摇一摇，呼呼。摇呼啦圈啊！哎，我是不是使用前去摇呼啦圈，再喝这个更爽？因为摇一摇肠胃蠕动，然后喝进去，嘟呼。我觉得我今天才四全用，我讲什么话都能接得上，我真是 so smart so cute。睡饱了就对了。是不是说今天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这个非常需要心血管。加强活血的作用。哇，现在用五位了呢，五个人了呢。耶耶耶！我们即将破！注水！赶快破十万！我们厂商说要玩一个十八套的游戏，我们要多一点。然后还要送石墨烯。真假你自己说的，我没有说，我没有说，当然是假的，个人造孽，个人的。哎，说到石墨烯，我跟你讲，我真的还是要讲，我上礼拜也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我刚刚好看到我们的厂商有没有，我在跟他讲，我说那个石墨烯棉被跟枕头，对，真是太舒服了，太舒服，太舒服了啊！你有盖吗？什么？我有盖，我当然要盖啊，开玩笑，你知道吗？盖在身上就是。泡泡的软软的，反正就好舒服哦！天哪！然后都不会冷，可是其实这，
我有看气象报告说除夕今年的过年又是一个冷冬，会很冷，好，对对，气象报告有讲啊，真的我有看到，所以呢赶快你从除夕 睡到初五，什么我一直睡一直睡，所以啊好朋友我跟你讲，因为石墨烯呢它这个东西目前是很夯的，有很多人用石墨烯啊哈这个来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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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腰夹啊、塑身啊、护膝啊、什么都有，然后但是呢我觉得最划算就是被子。真的吗？对啊，当然啦、而且我跟你讲我们就是双人被。等一下等一下，那照这样子讲你睡在被子里面应该整个会变瘦啊，因为你不是说它包在里面，包在肚子就瘦肚子，包在脸就瘦脸嘛。那整个在里面不是整个变小变瘦吗？不是那个原理哈，不知道。我们等一下要请厂商来介绍，我们两个是半桶水，我们厂商才是专业的，是要给半桶水。小年夜下探十度哦，所以最好是建议买一组。Oh my god！ 小年夜探十度，好的，我半夜不出门了，就盖着我的石墨烯被子就对了。对，我现在好爱睡在我的床上。好，看日出。你今天应该把它穿过来，然后穿上棉被子。我们家今天被子有来。哦，真的吗？真的，我们家被子有来，所以等一下哈，我看这样子好了，我们哈。那个，我们先给厂商做。今天我们以这个石墨烯对为主，好不好？我们两个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讲嘛。我们其他的让不能讲的，其他的其他的那个小东西呢，先暂时休息一下。好，我们要赶快介绍我们的厂商。A02是什么 ？A02 是什么 ？A02 是石墨烯。好，我们 A02 即将要隆重的欢迎我们的石墨烯远从什么烯？九重溪，好，欢迎我们的厂商了。那我先，要给我拿一张椅子吗？没关系，你坐。我们要把它夹着吗？对，我们要把它夹紧，然后不要让它跑掉这样子。我要先去调一下镜头，那你们两个好好相处一下。OK， 而且你们两个今天都穿情侣装，都穿红色的耶。恭喜我打扮。好了，让我们热烈欢迎我们的厂商小珊珊。我帮你们清掉了。比较笨重哈，因为对，来，这些小东西不是不能说笨重，它没有，应该是说它比较大一点，比较大，但是它其实是很蓬松的。测啊，你那个不用测啊，我测我这边。我这样大家看得到我吗？这样我看不到，可以了，来。哦，对，清完了，可以举起来了，来举起来，装这边可以吗？可以，非常可以。它是爱飞丝远红外线石墨烯蓄热被哦。我教你啊，听得到吗？放这边，不把它挡住，把它挡住。天亮仅存18%，赶快重写。好 ，OK， 好来继续喽 ，OK。好，很开心来到我们真爱幸福百分百的直播现场。哦，听说要排上这个节目的通告，真的排到快过年了才终于让我上榜啊！真的，为什么？因为现在那个两位主持人，一个变金牌主持人，一个是什么网红直播啊？哇，那个直播的YouTube，哇，好强啊！现在以后上可能还要付费啊，因为现在很贵啊。我们最爱幸福百万的各位，我们直播线的好朋友，大家开心吉祥啊！好。那我想哈，因为刚刚主持人哈，我们这个美女珍珍哈，已经有大概提到了，因为换一台好了啦，要不要小哥？不行啊，怎么换？没有，没事。好，就是我们想，就是我是那个，因为这个厂基本上这个厂商呢，这个是我应该说代表厂商的，因为这是我学长的工厂做的。哦、真的。对，他们的石墨烯其实这个爱飞丝的品牌在去年的8月就已经有了，然后因为在今年的冬天呢，因为天气比较冷，真的比较冷。那因为在去年他跟我讲的时候，我那时候一直，因为他为什么会跟我讲，因为我在本身做远红外线的那个亲友贴布嘛，那石墨烯它其实就是碳的一个原子，那我们不要把它讲得太细，就是说一样是远红外线的概念，碳的原子，对对对，远红外线的概念，对，它把它用在纤维里面，那纤维化放在纤维里面，然后再把它这个制成把它做起来，这它完全都是台湾制造的，对，台湾制造的，那因为是最棒的，对，那因为我们这是100%台湾制造，不是贴，不是某某地方贴牌来的哦，不是哦。那所以在东森
购物来讲，我们市售价是一件的话是5980，在东哦5980，对，东森的售价是3980。哦，东森售价是3980。对，那为什么我讲说为什么要让大家能够比较应该双人枕头嘛，就是双人床啊，床那个被子，那这个东西基本上我们都是希望说用比较大家能够接受的价钱。嗯，因为现在石墨烯在房间，就像刚刚我们珍珍美女讲的，它可以运用在很多，因为它是纳米材料，哦，所以它用在你的内衣啊、内裤啦，还是护腰护膝，现在的产品是零零总总。对，那其实它的概念还是一样，就是透过同频共振的概念。嗯，因为人体有磁场。对，哦，那我们讲波嘛，就是光波的概念。对，那人体它会吸收，也会释放紫外线。对，那我们早上的阳光像晨曦，嗯，我们如果去照的话，其实我们就很舒服。为什么？因为我们跟太阳光的光波是同频共振，所以我们也会吸收到好的这个能量。对，那所以我在讲说，因为我们这个棉被基本上很大。对啊，我看下面可不可以哦？可以，乖。哎呦，谢谢哦，我们哦，这样好棒哦，这样可以吗？好大，哦，好大哟，哦，可以耶，可以吗？可以吗？先生，你看这样好吗？对，好棒哦。对，就是它其实它是很蓬松的，对。因为我刚刚讲的意思是说，它其实很大件，它是就是双人的被子，对，它很蓬松，像我们的珍珍美女就已经，她有，睡两个礼拜了有哦，对。他睡两个礼拜，然后所以他其实，因为我当初是买给我的，就是丈母娘啊，那他因为年纪比较大，他就因为天气很寒冷，所以买给他，他就觉得很满意，很满意。后来发觉，哎，我们学长这间工厂真的是很真材实料，对，他有标注出来，就是我们的石墨烯的这个成分有占30%，对，还有我们的我们的棉纸，还有就纤维是100%外围的纤维，那这棉纸的话是占70%，对，那我们在看这个成分的话，其实它最重要就是说，它是很公开的，直接告诉你它的成分是这些。那在坊间来讲，现在价钱哦，品牌很多，对啊，哦，那有便宜的啦，有很贵的啦。像我昨天前天才看那个医疗级的啦，我们不是号称医疗级，但是医疗级的在电视购物的话，一件双人的给大家猜一下多少钱？2万多。再往上加，真假？真的啦，不骗你啦。再往上加，有医疗性的，那最起码医疗性的，再往上加。天哪，6万！哎，没有那么高，五万。好，接近，基本上49,900。对，一件49,900。哇！那他在第四台，当然他就是直接用所谓讲的就是限时的时间，然后他卖一个。很让人家很开心的价钱，可能就是一折或两折这样子，对。那我相信我们不需要把这个价钱哦，就是说讲到这样子，因为我们希望是用这个让大家可以接受的价钱。对。那今天因为我是代表我们学长来，因为我学长在台北，因为他最近真的是叫做销也不多啦，快9000件啦，哇哦，快9000件啦，所以。因为它的东西就是我们讲的，它的品质很好，是因为它就是台湾真的是制造的，并不是贴牌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现场，我们就希望说，哎，把这个产品它，我们讲真美女也介绍过了，就是她亲自去睡过了。你知道吗？上礼拜我介绍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杯子给她看，可是我们上礼拜我们是卖2980哎。真的，对啊，我这样看是灰色的，对，不是白色的，没有，它就是这个颜色，只有灰色。那我想就是说，因为珍珍她也有那个睡那个枕头了，真的很棒棒。对，那我想就是说，因为东森价是3980，对啊，我们昨天上礼拜是说2980，对，那我觉得是这样子啦，就是说，因为它的，因为它的枕头不是被套哦，也不是枕头套哦，哈，先讲。因为现在有些石墨烯coating在它的枕头套，或是被套，就是床单，对，床单的那个套子，就床垫的套子，我们不送那个东西。对，我跟你讲，如果现场今天有在直播现场的，嗯，如果你在过年前要拿到，我跟你讲，只剩最后一波，就是明天中午以前结单，哇哦，它还可以再寄货了，叫过年前你可以拿到，哇哦，就是说，如果你是在，如果你是在其他县市，我们就要请工厂直接寄。那如果你在高雄，可能就是来找我们珍爱主持人啊，来取货也可以，或者是直接寄到你府上也可以。那 OK，那我先讲一说，上次珍珍我们的美女她所拿到的那个单人枕头，
我们的市价是2980。对。然后我们网络的优惠价是在1980。嗯。那只要是今天我们现场真爱幸福百分百现场的好朋友，你有看到这一档哈？我跟你讲，在明天中午前简单的，我们一床双人棉被。因为是双人嘛，所以2022嘛，好事成双嘛。是，我们送两颗，好不好？送两颗什么？对，你是说买一床被子送两个枕头？对。不行，你要退我钱。反错！你要退我钱！你要退我钱！只有今天限时哦，限时。今天有在线上看到的，我们明在你希望你在新的一年能够让自己的身体，我想的，现在疫情之下，大家都期待健康、对平安。那我想。在这个人心哈，不管是我们情绪上影响，我觉得睡一个好觉哈，在我们身体健康，我们的财运才好。而且现在失眠的人很多。这个冰箱真的保证真的是，我一个月真的不会失眠，因为它太舒服了。对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失眠的人很多，戴上这个就不会失眠，那你一直睡睡睡，然后睡起来就会精神饱满，不是一直睡睡不起来。睡睡平安呐，睡睡平安呐。哦，睡睡平安。所以我想就是因为是双人床嘛，所以我想的双既然是双人棉被，我们双人被我们就希望就是好事成双，就送两颗枕头。那是我们现在这样的话，我们一床被子卖多少嘞？就是3980。哦，3980。3980，我们送两颗价值1980的单人枕头，太划算了。然后含运，含运，为什么？因为含着运气，财神也就看到你含运。一床被子3980，双人的哦，双人的哦。对。然后呢，只要在明天中午之前下订单的，啊，你过年前就可以拿得到。然后呢，我们就送你两个枕头。对。哇，太划算了吧？对。哎，你知道吗，各位好朋友，我那时候我因为我要先体验嘛，然后我也很想要体验看看，我就跟这个小珊珊呢，我就跟他讲说，那我先买。没事，我没有这么优惠。哎，我是被子。枕头归枕头的价钱没关系啊，我们厂商会有其他的那个，因为真的主持人，我们一定要给他更其他的一些 support， 好不好？拿石头砸他就好了。我有石墨头。石墨头，不过真的很好睡啊。其实他的大概双人这个被子，基本上他大概2公斤左右而已。2公斤。对，2公斤，它是很蓬松。那其实它其实整理很好，很方便，它不会就是它有。我们讲就是不会有味，就除臭，不会有味道，不会有味道。真的吗？像因为我睡觉有时候会流口水。自己说。如果流口水哈，对对对，如果流口水的话，就是说，哎，如果你有东西沾到我们的那个棉被上，那我们就建议说，稍微那个局部用清水把它搓揉，把它洗干净，但是不要整件啊拿到我们的那个洗衣机下去洗。不是，因为我们这个只要太阳曝晒就可以。那如果是稍微比较脏的话，就刚才局部清洁就好。那我们就太阳晒。那我会磨牙怎么办？我会磨牙就把棉被塞进我的嘴巴里，就不会磨了，就磨面。对啊，我跟你讲，你们记得以前最早是老祖宗啊，他们在晒被子都拿一根棒子有没有？然后在太阳底下这样拍。其实我们石墨烯的被子也可以这样子啊。你像我们晒被子的话，一定是要放在那个竹竿上面嘛。对。啊，你就可以自己就可以拿啦。就像譬如说，那个，不管是现在已经没有很少人用鸡毛掸子，有的人可能会用不求人啊，不求人那个抓痒的有没有，或者 是悄悄的棒，不管了，用那棒子这样敲敲敲，把灰尘掸掉就好了，这样子。然后呢，太阳晒一晒，它就会恢复原状。还有，它真的能除臭，我不骗你，因为我在睡觉，我很喜欢裹在一起。还有，我跟你讲，我不知道你们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睡觉的时候其实是会流汗的。会啊，我很会流，我睡起来都这样。睡觉时候我流汗。郑老师，你再买一套，我跟你讲，你睡觉你试试看，它真的没有味道。啊，我流汗也。可是它不会把我的汗吸走。我不知道了，反正我有流汗了，但是我就觉得很舒服啊。啊，我很喜欢裹棉被啊，我把它裹起来啊。流口水、流汗又流流汁流。反正我跟你讲，它真的很棒，这种被子跟。卖掉卖掉！我跟你讲，我另外一个朋友哈，他有个购物频道，对，他有个购物频道也在那上面，他是单人被，他卖的还比我们贵。真的它是单人的。那我有，因为我这方面不专业，一个愚蠢的问题，石墨烯到底是什么哥？
有没有研究？还是石墨烯它就是我刚才讲的，它就是纳米材料。纳米材料，对对，它是碳的原子下去，它把它融入在那个什么，在我们的纤维里面。是，所以就变成说它很轻的。啊，其实石墨烯讲实在，我刚才讲了，它这一场我们爱菲斯的系列，我们是占30%。是，因为真的石墨烯的成的那个。我们讲它的价钱很贵，对，所以你要变百分之百，实在是你起来就贵了。有成分 percentage 这样。对对对对对对。那我讲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你它很轻，所以变成说我们在使用上，其实它因为它已经在我们的那个棉被里面了，所以基本上我们就不要去用水洗，因为你水洗的话，它变成说你水洗，你会发现，因为水洗它的棉被就开始不会那么蓬松了，重皱的就不会蓬松了。所以我们既然就是如果你是要把它就是整理的话，你就是拿到太阳下去晒，然后把它打一打，就像刚刚讲的、啊、打一打就可以了。对啊，其实它完全是不会没有棒子也没关系，你可以用手就可以了，手就可以了。因为据我所知，在石墨烯背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呢，以前是用蚕丝背，是不是？哦，以前呢，我是说在还没有石墨烯的，因为它本身呢，这个石墨烯它有蓄热功能哦，蚕丝背没有。对，所以它这个盖起来哈，你会觉得哈，就慢慢的身体是温暖的，没错，是温暖的。尤其哈，在我们现在，你知道吗？我们人哈，现在尤其很多长辈，是，你看那个长辈那个心血管疾病很多，尤其在凌晨的时候，为什么？你不要看哦，有时候太冷啊，汹涌心跳，不要烧开，真的。可是它呢，你盖着以后，对不对？它会自己蓄热嘛，它慢慢的。帮你身体啊里面的在血液的流动有没有循环会比较好，你就不用担心那个问题。我是说真的，他真的很棒，我看到他我就想睡觉，赶快把他拿走，不要结束。对呀、啊，然后他，我跟你讲，我都不用折，我睡觉起来以后，对不对？我就给他用长的嘛，这样子折成三折嘛，长的，我没个 OK 啊，这样子就折三折嘛，平的，这样子很好了。一样很蓬松，很棒，真的。对对对，它其实整理也很方便，然后其实就放在我们的这个提袋里面，就不织布提袋就可以了。对，听说这个可以提高温度3度左右，哈，3到5度，差不多吧。其实我们的我有听说，对，其实就像刚刚我们珍珍美女讲的哈，就是说。我们它其实它是蓄热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人体有所谓我刚讲就是人体是带磁场的，对，所以它本身石墨烯它是一样远外线的功能的概念，它去同频共振，是，所以它蓄热之后它就有点像最近比较夯的一款另外一款，它把它植入的就是它好像放在上面它会亮灯的概念，它那个概念其实就是导电的概念。那其实我们讲不用讲到那么玄，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想到就是我刚讲还是回到因为我在做远外线的精油贴布，所以石墨烯它就是因为一个有点像是导热也是导电的概念，所以它的成分可以让我们达到我们不会受到因为天气外面寒冷，然后它可以让整个温度平均起来，让你会觉得很非常温暖，那你会觉得哎，血液循环会很好，就是对我们身体会比较暖和，然后睡眠就不会中断，对，不然说你踢被子一踢瓦门到就很麻烦，真的真的真的。所以我觉得哈，我这两个礼拜哈睡到这个石墨烯的被子什么的真的很棒，非常舒服。所以呢老朋友，我跟你讲，因为为什么我要先试试看，我一定要去感觉去感受，然后我才能告诉大家，你知道吗？它真的是很棒，真的是很棒。来，没办法，你啊，没关系，你们，我现在充当助理小编编。小编编。对，没有，主要的原因是呢，位置不够。没事，我刚刚因为镜头的关系，因为它占了1/2的位置，所以呢，其实它只占1/2，我大概进去只能占9%，不好意思喽。不要脸的。没关系的，其实大家看不到我的脸，可是呢，我就在你们的身边，好不好？无孔不入。今天啊，既然哈，我们的厂商来了，对不对？干脆哈，我们今天好让他呢，把我们的东西哈，也都就是说啊。大概的也可以介绍一下。对啊，因为我们青山真正的那个畅销品哈，他自己的那个贴布也是下下叫，之前都我们两个在那里乱讲乱弄别，我们今天就请到主播，就是哎不是，就是真人石进兄，你是假人吧？你是假人。你这样真的很像中国娃娃耶。哪有？对啊，中国娃娃也很可爱，我们说中国娃娃不可爱，中国
鬼娃娃，对啊，有这么漂亮的鬼娃娃。对，我们要让青山介绍他们家除了石墨烯嘛，然后因为石墨烯是他们学长的啊，当然他有代理，可是他家的东西更要有本尊来介绍，对不对？总不然我们两个在乱讲一通。好，赶快，好，对。好，谢谢我们两位主持人齁。那我想我本身的行业是在，其实我本身在就是做健检起来的。我这行在之前在那个美照健检服务24年到现在齁。那因为健康管理的关系，然后延伸到认识很多的会员，然后我们会员里面有些人之前我们就是一起去大陆打市场。然后我是有一间公司，我是专门做那个远外线的贴布，然后我的品牌叫和康。这个贴布真的很好用，就喝康了哈。那这个品牌，这个商品跟我们的那个就是精油膏，都是我后续在大陆哈公司去贩售的。那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我就没有办法过去嘛，那我就请大陆员工一样有在出货。那基本上呢，我拿到这个东西，这个和康精油贴布里面哈，就里面大家应该有看过。哎，我没有拆的。好，来，我去帮你看了，助理小编多么重要。我没有拆，你不要再拆了。我们美艳怪怪的女主持人，哦，有餐了，有餐了，要带有餐了，现在餐了。OK， 这个贴布呢，基本上有印我们和康的 logo 啊，哦，那有这个基本上一点一点就是永安线粉末，我们 coating 在布面上。对，那因为我们用的是内容成分是用姜黄、一条根还有蜂胶，还有其他的综合的植物萃取的精油，在我们的布面里面。那为什么用姜黄？因为姜黄就是我们就是它也可以摄取，我们可以吃嘛。对。就是说，那它用在布面上的话，我们的树脂里面有放姜黄，是目的就是说，我们有些人贴布，它比较容易过敏。那它有抗发炎的一个方向。那基本上我们就避免有些人会T有漆啦，或是有些人对对对，它不会，它完全不会，这个完全不会，真的完全不会。哎，我曾经贴过十个总统，好舒服啊！我跟你讲，真的，真的，我现在越来越聪明了。我跟你讲，小学长，我跟你讲啊，还有谢老师，我跟你讲，是啊，我现在变聪明了。我现在就是呢，我要去主持节目之前有没有，我就把这一块有没有裁成两半有没有？对。然后呢，贴在我的腰那里贴一块，然后大腿贴一块，或者裁成四半，大腿一块，然后小腿一块这样子，然后去主持节目，然后永远都不会酸。对，没错，真的，我跟你讲，穿插钢跟鞋都很好用，真的太好用了，太棒了。这个其实就是剪小片就可以了。那因为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是那个工厂，基本上就是没有用工业用的有机溶剂去制作，所以我们觉得说，哎，我们把这样好的品那个品商品呢，提分享给我们。跟我们的好朋友现场好朋友做结缘，是因为我们是以本身我有两个女儿，因为自己有时候鼻塞啊什么，就会剪很小片，旁边周边一点点，然后贴我们两边的鼻翼啊，可以贴啊，就贴迎香穴就好，小小片，可能只要切边就好了，哦，然后贴迎香穴。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本身哎脑袋说喉咙有点痒痒的，可以贴的，我们就可能这一片只要切八分之一就好了，贴在我们的这个凹槽的地方叫天突穴。哦，那我们把它贴上去，大概一两个小时就好，它就会就那可能几分钟之后，它就会达到舒缓。那当然，如果我们真的已经有生病什么，当然就要去看医生了。那我讲说，我们是稍微可能冬天的时候，哎，冬天有时候会干咳啊什么的，就会对，而且有时候如果说真的半夜啊在咳嗽，你不可能真的去找医生吧，对不对？尤其这个年，对不对？这个年有没有医生要开门嘛？哎呀，这东西真的要准备起来，放在家里以备不时之需。没错没错，那这个产品呢，基本上它就是已经在已经销了大概八九年了，已经八九年。那我想对，有那个也有保险，保很多，我们投保任何商品，我们的产业都是3000万。3000万，因为我是怎样要了？那因为我希望就是说，哎，我们也是怕说有时候有一些风险，有些人他就是。本人个人体质本来就不一样，那我们就是希望说帮我们的客户做好最后的把关，那希望如果说哎产品有，但是目前来讲是没有这个问题，那所以我想这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的概念，所以我们一包里面是8片装，我们市售价我们是一包是300块，那我们真的百万这边，我们之前我们是在上一次档次是什么时候？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大概是十二月的时候，我们都还是买一送一。对，后来好像变成买二送一了。上礼拜呀，我有说啦，青山也说啦，对，珊珊也说要买二送一。对，因为呢，物。
原物料涨了，是不是？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工厂端现在其实就像我讲的，因为航运也涨，为什么？因为很多也飞机也不能很多不能飞，就变成运输涨成本增加之外，还有一些成分在台湾是没有办法摄取到的成分，就是植物的部分，那变成说要去国外进口，进来的话成本就走。那当然现在因为工钱也涨，所以变成说买二送一还是一样比我们外面试做还是便宜很多。那如果我们现在的好朋友，我们今天我们也是可以都一样买二送一了。那如果说你今天有下我们那个石墨烯的双人背的话，对，其实我是原来想说有看到这一场我们现场是可以来玩七八啦哈，可以来来来来来来，刚才现场可以送了，但是没有人，如果有人下单我们就送。要下单才玩，请问玩七八啦会送什么？送他的飞吻吗？不要，飞吻谁呀？我们把我们的 YouTube 直播送出去好了。我很贵的耶。开玩笑，我是无价之宝，就是没有价钱的宝贝。所以这个还是非常优惠哦，买二送一哦，外面没有这个价钱。对，你到网络上看就查就知道了，就是这样子。那我们这个产品呢，就是不管在台湾我们的那个市场，还有在大陆市场，我们都有贩售，对，大陆市场都有贩售。哦，那我想我们那个真真美女她也用过了，哦，就应该非常好用，非常好用。还有就是我刚讲到，因为冬天我们冬天另外一款销的不错的就是不灵不灵亮的，就跟我们今年虎年一样，都是属于黄颜色的哈。这不灵亮的是薄荷蜂胶喉糖，是澳大利亚进的蜂胶哈，然后我们制作成这个喉糖。那这个喉糖基本上，请问一下两位主持人有吃过吗？有，拆开来吃。拆开吃，我每次都会拆开来吃一个。没问题。对。好，那因为这个东西基本上也是卖了十年哦。其实我们这里面有18颗，一包我们就是100块。哦，其实也是非常的经济实惠，而且冬天到了，我们如果天气比较寒冷的时候，有时候会咳一下。那除了我刚讲贴布也是一个方式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内服的方式。那它有含一点点的蜂胶，所以它吃起来的话有些人吃一吃就会感动的流出眼泪，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有蜂胶，有那个尤加利，还有薄荷，所以有些人一吃下去，它瞬间那个直接直通。直冲脑门，就是说它的那个薄荷很凉，然后凉凉的，那是不是说很严重的凉，说很舒服的凉，然后让你就觉得这个很不错。是，哦，那它这个我们是一包100块，买10包送一包。哇，好看吗？一包我不知道耶，今天厂商在这里啊，厂商今天才有了10包送一包。对啊，这是什么生意？我怎么不知道？买10包送一包，今天。韩运哦，对，一样。我们今天就是我们这个我们直播有看到的好朋友，我们就是买十送一，好不好？买十送一。但是过年期间，如果过年的时候人家那个运没有运输啊，不好意思，要等过年了。好，跟你讲，只要有下单，跟我们那个小编这边讲一下，我们这边就提供给你留言哈，好不好？好啦，好啦。这个就是我们。冬天哦，这个也是我们热销的，也是相当热销的哈，这已经卖10年以上了哈。对，这种都是小东西，老牌子，然后呢，已经都有口碑了，这种东西。对，就我想一个东西如果没有效、没有口碑的话，不可能卖去卖8年、9年、10年，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老朋友，这个你真的可以相信，而且呢，真的用到哈是爱不释手，这样子。等一下呢，我看那个今天我才发现小珊珊自己也有带。真的，他也带了一包这个，对，带了这个，他自己又带了东西来了。是，那就不要带走了，留下来了。对啊，这是我买的，你要下一下怎样？你又不给人家买，给你包。要啊，我没有说不买啊。真的有吗？真的有吗？我在等打车价。打车价。打到骨折吗？打到骨折。是。OK。好了。那我想因为冬天到了，现在加上我们外面的环境可能比较异常，对，那我想因为冬天的话，其实细菌各方面，不管是流行性啊这些，就是感冒这很多。那我还要另外提供，就是刚讲，就是从澳大利亚进的蜂胶，除了一个喉糖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蜂胶，园艺的，它是石墨的，石墨这个我们也是江康的品牌。那我们江康的蜂胶喷剂呢，它其实就是。真空式的喷剂、那个帅哥能不能帮我拿另外一瓶？没问题，叫帅哥就可以。对，我们的这 YouTube 为什么要另外一瓶？没，因为这个是我在喷的，我是这个有拆封的。对，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比较浓，所以就是我们的那个
蜂胶比较浓，所以它是这样打开是这样子，把它是喷的。那你按压之后，你就是喷完之后，你要把它那个喷头要清一下，因为它的蜂胶比较内容浓缩比较浓，所以它会塞住它的喷头。哦，那我们这个随身携带很方便，石墨。然后我们是从上往下喷。哦，那石墨的话，我们在外面，我们的售价就是300块。嗯。哦，那如果说我们现场的好朋友呢，如果你们觉得怎样？你们如果觉得不错的话呢，我们就是买我们今天就是如果说我们现在好朋友，如果我们在网络上的价钱都是一样，就是300块，也没有含运，哦，都是另外运费都另外算。对对对。那如果我们现场，我们今天真爱100%的好朋友，如果你在现场有在现场哦，有看到，是我们现在因为全家都需要嘛，人手一瓶，出门的时候还是在家的时候，先帮羊腰的血滴了，要内服的话可以喷一喷。对，好，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呢，只要你现场有买的朋友，我们就是买三送一。哇，买三送一，蜂胶喷剂啊，哈，蜂胶喷雾，老板拿过来，买三送一罐300，买三罐就送一罐，好不好？399买送一罐，真的超划算的。对，买三送一，然后我们另外还帮你怎样？分蜂胶口服液，我们还帮你含运，真的哈？对，没问题，好啊，含运，好不好？就今天就挡这样子，因为我想就既然来了，就把那些对我们今天健康有关系的小物都带来讲一下嘛，对不好？对啊，对啊，对啊，对对对对对，好。我们现场的朋友，我们接下来我分享一下这一支商品，也是我进到卖到大陆去的，这一支是叫景坤斯的一个品牌，我们叫金门一条跟王牌精油膏。是。那原来我们的品牌叫盛川一条跟乌江酸痛膏啦。嗯。那因为现在卫福部它的游戏那个法令改了，所有的乙类成药都不能，都只能写精油膏，所以就我们就改成这个品牌叫做王牌精油膏。对对对对。那我们这个其实在290年前是从漳州市来到台湾的彰化。那这个290年前它是。就是以前帮古代皇帝在炼丹药的，哇哦，炼丹药的，真的。这个景坤斯是有注册品牌，他的公司你可以上网查，在彰化。哦，那我这个是我跟那个金门的理事长啊，金门理事长合作的这一支产品。那基本上这个产品呢，我们销售在大陆的销售也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它有具有历史意义，那因为已经290年，在台湾也是具有立场。嗯。哦，那所以它的味道非常就是。它味道很好，很天然。对。然后，如果你就是舟车劳顿啊，头晕目眩，还是蚊虫，你有叮咬，你抹一抹，它很快就会消。我每次都需要，因为我在它旁边的非常的晕眩，对，每次都需要来解来喷。有时候我们开车很累哦，其实就要停在休息站休息一下，是，或者是真的比较累的时候，我们就闻一下，还是抹一下我们的太阳穴。它这个真的很好对。我昨天把。就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就这里啊，就开始痒，莫名其妙啊，你知道？对。我就想啊，我有那一罐，因为我都把它随身放在我小包包嘛，对。就拿起来就抹，然后呢，嘿啊，就止痒了。后来现在才知道，这不知道是被什么东西咬到，所以才会痒。被蜈蚣精。屁呀、啊！你骂脏话。然后呢，真的就没事了，就止痒了。我觉得这款精油膏是500元，对不对？要报价钱，我们小心。精油膏这个是350。350，五十墨还是一百墨？五十墨，350。350，对。我们这个是50墨，有买三送一吗？没有，我乱讲。50墨350，你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去搜寻，这个价钱是同意制的，是，对对。因为我们的市售价我们就是499，我们是卖350，赚到了。对，然后我们今天呢，如果我们现场的好朋友，我们是买大送小，对，掌声鼓励。今天好适合，今天帮他们上架，好朋友。因为我们这小罐的石墨是随身携带品的，对呀，所以因为我们在家用一定是大罐的嘛，那我们出门一定带小罐的，包包很方便放，非常方便。那这个石墨的话，我们在外面就是一颗120，所以我们今天只要是买大罐的，我们现场的好朋友，你只要看到这个回放都没有关系，买大我们就送小，买大送小，好事成双，好不好？是，这样才是我们过新年大家就是开心嘛，香香兄弟们，你不贵，好不好？这个是
这是我们这个今天哦，就是有看这个，直播间有看到的。你现场下单，如果刚刚讲的石墨烯的名字的讲双人背，如果你现场要下单，我跟你讲，我们可以真的可以玩十八啊，真的，我们可以让你另外再你抽到几个，我就让你带几个走，你知道吗？可是今天如果有看到回放，那不好意思就没有，因为我觉得还是要给现场以后，因为未来我们真爱百分百幸福百分百的一定。的一些观众会越来越多，一定会变成说我们会来玩这种抽奖游戏。那我们厂商就是好不容易排到一个档次，可能才一年才上来一次。为什么？因为档次越来越难，因为人越来越多。我可以让你插队，让我插队。哎，我感谢我有 VIP 哦，我可以拿那个插队牌哈、哦。没问题。OK OK。好。哦，对，再来是压轴的，压轴的。这个我想这个珍珍雷老师应该也知道了哈。有，他天天在涂。这个是我们我今天出门刚涂啊。哦 ，OK。我出门的时候我洗完脸了，我洗完脸了，我出来上班我就涂他的啊。真的，这张会这么美。这张是我们的，就是这个美肌哦，就是美肌霜了哈、哦。这个是西柏美肌霜。那这一组商品呢，基本上是即将哈、哦，我这组商品即将变成嘉康的品牌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商品基本上厂商基本上是我们商道伙伴的厂商。那基本上后面为什么要做这一支商品？因为这些商品是不错的，是它是我们一般女孩子喜欢的叫素颜霜，因为它有这个我们讲就是保湿啦哈、哦，然后就是比较我们讲美白之外，还有就是它二氧化钛就是。我们讲物理性的防晒、嗯哦、不是 SPF 50那种系数的概念，而是它是天然的，就是我们讲物理性的。那我们在做这一款的话，我们是30ml、嗯哦、我想珍珍老师有用过30ml、嗯、那它其实基本上其实我有天哪、啊、你有上过。因为不好意思，因为本人最近准备要上那个大陆的抖音抖然后虽然这样也要稍微去皮秒一下，我一定要祝福赶快上去，因为青山哥哥上去之后接下来就是我上对因为我想说就是大家一起把这个、好的东西分享，但是我们也是要注意我们的这个仪表啦，对形象也很重 要，听说还去打什么玻尿酸什么、哦、没有打去皮秒、哦、皮秒就镭射了，镭射打掉，因为其实我们皮肤如果镭射就是再次破坏它，它再次破坏它你就是要开始要防护了，当然，不然说这个光线很亮，其实不管是晒太阳哈、哦，这个光线其实都会造成我们的皮肤的那个，嗯、如果它就紫外线嘛，紫外线，对对，它的光也会造成我们的皮肤、嗯、也会有受到影响，所以变成说你要做一些隔离防。那这个的话其实就很好，而我给很多一些我们的女性的 partner 用过，她觉得真的不错，真的很好用，因为擦起来以后。我记得我第一次有拿来有没有？我自己挖成小罐的嘛。对。然后呢，拿来让那个就是自然老师抹过。是。真的抹完了，那个肤色变得特别好。有百泡泡一瓶。对啊。而且它这个是真空包装哦。对。真空包装就是你一直按，我看一点都不会浪费。按到最后的时候没有，就是干干净净的。没错，它是往上挤压。它是往上挤压。往上挤压上面之后，不会像吸管一样吸不到的感觉。对，没错。所以刚刚曾老师真的是。多少行啊来的啦，你才一样，所以自己就有在用啊。所以这一支我们在我们市售来讲，这一支外面我们就是980，980，对，在电视台就卖980，980。其实它其实因为我们工厂端这个有帮不是用这个罐子，有帮其他的公司有代工，所以有卖到越南也是热销，是用不同的品牌不同的包装啦，是那国内也有。那我们其实这一组我们在外面有看过，它就是1280到1480，哇，那我们就是卖980，好亲民平价，卖980。对，那我们如果我们上次珍珍老师有分享过这一支吗？有。那有上次有什么活动吗？上次没有没有任何活动。OK。就是这一组嘛，买这个然后送那个私密照，私密照、啊哦、那一档已经很有没有，还有一个小洞啊，很经济实惠了、哦、已经经济实惠了，非常经济实惠。 对啊，还要送嘛，我觉得已经太便宜了，好不好？我跟各位讲啊，就是大家过年嘛，是、啊、我们这个要送啊，我们送小豹，你如果哈怎么样，有看重播对不对？我没关系，我OK， 我要帮你说。好，
就我们这一档一样，跟上次那一档，我们不管原物价、原物料的涨价，不管了，因为这一档其实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品牌基本上之后变姜汤系列的品牌。哇哦，真的！所以这个档次呢，我们一样买，跟上跟上次那一档一样，我们买一瓶新的。对，就是我们的700美肌霜，就是素颜霜嘛，然后我们就送我们的价值580块。哇，再好好介绍一下私密照。好，私密照其实我们当初在销大陆的时候，我们是洗脸的，用在洗脸上，所以这一颗其实也可以洗脸。它因为它是活的，就是酵素。那其实你如果把它放到潮湿的环境，它会长成一颗一颗的水晶球。哦，难怪我那颗长成水晶球了。然后还有它为什么会变成比较深色？因为颜色的关系，是因为它本身是酵素嘛。那其实它会深色的话，其实就是每一个酵素它的成分就会有反应不一样。所以没有坏，对不对？它没有坏掉，因为它会酵素有一颗一颗出来，表示它是有活性的，它是没有那个。那如果你把它弄打火机烧到它的话，是正常打火，不是就是正常打火机，你是把它放汤匙这样烧。它会变成水，然后它会有水果的香气。嗯，它不是它，因为它不是塑胶的，对，有些它是塑化的做的，所以它没有塑化的，嗯，所以它是很天然的。嗯，那这个主要是当初我们是在洗脸上面的，嗯，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搭我们这个私密美肌霜是很棒的，对啊，素颜霜非常棒。对，当然如果你是要把它洗私密处，你可能就要分开了。你知道分开就是不要用这个，但是问题为什么要搭这个？是我后来发觉很好搭，嗯，洗完脸之后上素颜霜就出门了，好棒啊，很方便。真的真的，其实郑老师我觉得你也很需要，为什么？因为老师来说你的扮小丑嘛，对，但是呢你的皮肤还是可以让它越来越亮，当然对，差点就亮。我那次不是有帮你抹吗？颜色就差很多啊。对，所以我们只要这个今天这个档次有看到的一样，我们就是买这个送的，但是组数真的不剩很多。对，真的不多，因为马上要换品牌，因为剩下没多少了，因为我们上次已经在上次那一波已经卖了很多去了，所以这一次我们只剩下，好了，我加一。OK。 哦，大家过年开心啦，过年开心啦，真的开心。对，因为想说既然好不容易排到我的档次，有两大主持人这么优秀，我们要排到下次档次不知道什么时候。还好我们今天主持人给我个 VIP 的卡，我只要持那卡就可以向我们这元宇宙申请提早出现，好不好？耶，太棒了。而且呢，我要跟你们说，庆山你好棒啊，现在是晚上十点整。掌声鼓励，谢谢我们的庆山来到了现场，帮我呢做了一档，我在旁边冷消费就够了，谢谢，真的非常感谢你。小兵在指你了啦。啊，指我吗？那你继续讲你的废话。OK。好啊，好啊。哎，各位好朋友，我跟你讲，我现在说真的哈，啊，不管是我们庆辉老师也好，江宏，然后呢，演员，啊，还有呢，我们台北的小凤。哎，然后还有呢，我们鹿港的子婷啊，还有我剩下其他的好多好朋友，你们有时候都会看重播嘛，对不对？你哪看到的话哈，都可以，好不好？这都会帮你争取，这样子，按家跟小编说，或者跟自然老师说，或者赖我都可以，是啊，我们来帮你做处理，这样子，好不好？处理啊，不然你哎，还有什么笑？谢谢两位主持人帮我好好的处理啊，处理。好好的过年，好好把它平安，好好大家健康吉祥。好，谢谢。那我们让最热烈的掌声，谢谢小三三。谢谢大家，谢谢。过年后要再来哦。好，我当当的。谢谢。耶、yeah, ，我终于回来了，耶、yeah! ！大家收拾一下，大家。没有，我收一下。哦，对了，要收好吗？这个哪一个啦？还有那个啦，小棍子那个啦。这个私密处啊。这样的啦。啊，这个小三三。私密处啊，这个啦。对。然后这一组是他带来。哦，好，啊，这个是留在我们这里的，是哈，啊，这个也是留在我们这里的，对。来，没有这个先借过一下，我要把棉被拿上来，然后要遮住你我的脸。哎，我刚才都没有完整的照到我们的棉被啊，真的，我刚才在前面看。对，来，我们现在最后再隆重介绍，其实我们今天做这一档主要的就是我们的爱菲斯远红外线的石墨烯蓄热粉，我是要赶快躺一下。拿出来就走回去，难不难啦，小珊珊？应该很难，不要啦，不会很难，你自己走，不要走，我就这样子让大家看就好了，哎，来。哎，来，这是出口，让大家看就好了。出口啊，出口，有没有看见软绵绵、又密密？这个老师真的很冷。你怎么那么
出炉，这样就好了，不要再出来太多。你看，你们看，石墨烯，你看这有花。好，我要试着玩。来，各位老板看一下，有没有看到小花花？有没有？有没有这一场真的是很舒服，很舒服，很舒服。好棒啊！好了，你真的会发热了。对啊，你手进去，你手进去。好，手进去。对，因为它是吸热的，好舒服哦。对啊，真的不电呀，真的很好睡，我超爱的。真的哦，我超爱的。我觉得应该把你整个脸遮住会更好。把你，哎，这下不是把整个盖住吗？然后当然，好朋友，你们要是跟你的好朋友看棉被车聊天，看见监督啊，好。真的好棒！哎，以后我们，以后你把你那个棉被带了，我们每次的。我不要。我们都在棉被前面，我都睡着了。要累死我！我就放在家里，我放在家里，我就只听到这个声。等一下看，啊，有人要下单的话，就是这个去，这个不行，买出卖出啊，不行，我们摸过了，他摸过了，他还给他靠过哎，你也摸过了，不好意思，我你要摸小朋友靠，你家里有一个让你摸你啊，你还来摸我们的，你真是有事吗？到处摸，到处拈花惹草，你有事吗？啊，拈花惹草，我跟你讲，拈花惹草是我们现在的人乱误用，其实真正拈花惹草的用意，我有去查过这个典故，其实就是爱种花艺的人，那些叫拈花惹草，哪是像现在乱用成语，有事吗？好，记得没有？记得没有？现在一层哦，一层哦，哈，一层多少？就是那个电视台有没有？哎，购物频道呢是3980，是3980就是一层被子而已哦，是3980，但是呢，在我们的障碍幸福百分百这里的障碍下，就是一层被子也是3980，但是。送你两个枕头，你想想这礼拜你保护多少？而且一个枕头价值是多少钱？2980。天哪！真的！你要把我的手锁在里面，有事吗你？好坏的姐姐。好，那2980，然后呢？嗯，但是呢，我们看一下1980，但是呢，你只要买一场这个3980的双人被，就送你1980的枕头两颗。Oh my god！嘎乌拉拉，嘎乌拉拉，好吧，有看到的都有算，好不好？好的，有算。对，OK？ 明天中午前下单都算，赶快。如果你刚才做家，对，如果你刚才做家事啊，太晚了，都没有看到的话，等一下做完家事下班之后看到，赶快给我们下单。对呀。哎呦，生日耶，下个单吧。有事了。到了生日礼物。哦，真的好棒，我今天做这一档非常的兴奋，而且呢，我在外面。他到现在一直压着那个被子，他多舒服啊，他舍不得放掉。哎，我隔着外面压还是觉得很舒服，真的。真的很舒服。真的好棒。你要买一床回去盖。OK， 买一床自己盖，一床妈妈盖。真的哦，你妈妈盖。不会减一半，一个人一半，感情不会散。你跟你妈妈减啊，自己去减，不管你。真的，好，今天真的很开心哦。我们过年前的真的是过年前了哈，过年前的最澎湃的最后一档，好，我们剩下的可能要过完年后才那个了哈。除非我们真的过年，真的可是可以过年，不要到处乱跑了哈。虽然呢，其实把我的脸遮住了耶。不能这样就不会了。OK， 好了，我们就这样子，好舒服，是不是？而且我的脸好小，的脸好大哟。我好想抽他。好了，就这样很开心哈。Okay。 我们在过年前做了这一档我们的石墨烯蓄热杯，对不对？而且还介绍了好多，而且把我们的厂商呢也邀请过来，这样子哈。对呀，啊，然后记得哦，我们这个哈，哦，黑糖黑木耳哦，记得哦，原价的一箱24瓶是1200，现在呢特价999，而且还含运费哟，哦，是，含运费哦，好不好？哎，所以呢，要的好朋友记得哈，等一下呢，就是可以跟我们加一，好，加一这样，没问题，对，好，请私自联系我们，好吧？ 好，那我们今天呢，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是见好即收，然后呢，再来过年也不要说我们不做，我们过年随时去哪里，万一哪一天，哎，其实真的少出去，可是如果疫情真的没有那么严重，你会不会出去啊？过年的时候，我可能会想要去美浓去看花海。可是那人很多，也要小心，我们尽量避开去人潮多的，还是怎么讲？不是我的意思说，譬如说啊，就花海嘛，这么多人，那譬如说这也是花海，
然后这里有很多人照相，这里比较少的，我们就到比较少人的地方照相啊。不好意思，那种少人地方，刚才很多人去过，只是他们走的变成那里比较少。很烦嘞，反正呢，都不要去了。总而言之，就是大家要注意好防疫。如果你真的要出门的话，一定要戴口罩加防护面具，然后加安全帽，然后加罩脖的棉被这样子去。好了，就是做好防护措施啊，要不然真的我不想要不吉利乱讲话，可是如果真的没有做好防护措施，等一下万一过完年或大家很开心之后过完年爆发，那就天啊不可收拾哈。是我希望我是乱不吉利乱讲话，可是其实我们还是要小心，因为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对对，大家我们还是要注意安全健康。好吧，那我们来唱歌吧。没问题，你想睡觉了，我知道。好，今天这样非常开心，那我随时密切注意我们过年的特别节目，有可能我们不定时的不小心我们想去哪里就突然飞过去了 OK、我们飞过去尽量飞去人少的地方、人烟罕至的地方的。好，我们今天很开心结束我们今天真爱幸福百分百的直播，我们要唱台歌，预备，拜拜拜拜，起，真爱幸福百分百的直播，手续多长欢笑满路旁，散播欢乐到处散播爱，眉开眼笑的你又开怀，咚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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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收看真爱幸福百分百。哎，你来一下吧，祝你把这个新年快乐，恭喜发财，把这个交出你的脸，恭喜发财，有事吗？哎，还有我的